call-in 的名嘴。事实上呢，之前哦，这个大话新闻的主持人郑弘仪也透露过，黄瑞进也曾经透过管道想要上大话新闻，澄清一些媒体的报道，包括他跟陈志忠的奢华的生活等等哦。 黄瑞进呢，在今天的周刊报道当中呢，一个新的这个新闻点是说，因为扁家喜嫌案侦办当中，扁家人呢只能待在宝来花园广场，没有地方可以去哦，所以一家人都在一个屋檐下，时间久了，关系就紧张了。现在传出了婆媳不和，我们来看一下黄瑞进之前在婆婆眼中是一个嘴很甜的媳妇，这个黄瑞进跟婆婆的互动哦，大家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那个毕业典礼，在这个很公开的场合亲吻她脸颊的画面。 不会装这个装那个，对我来说反而有点困难。那妈妈也是非常自然，所以我觉得相处得很好啊。坦白讲，我是真的不太清楚，我也是一直到新闻出来这样子。对，这方面也许我是比较糊涂啦，但是确实就是这样子，没关系，就跟剪掉讲啊，这样对啊，嗯，就是配合调查，因为本来是配合司法调查这样子，这样一切才能明朗化。 我们看到的呢是这个陈志忠跟黄瑞进刚刚决定要结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黄瑞进讲起他的妈妈，就是这个婆婆吴淑珍的时候，就说她是很自然的人啊，大家这都是真性情，不会装来装去哦。后来看到的是这一次从机场回来要谈洗钱案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都推给吴淑珍，婆媳的关系在这两三年之间是真的发生了变化吗？这个志贤你怎么看？有可能吗？ 对不起，可不可以容许我离题一下？因为刚刚有一位很好心的观众，我觉得 Roger 真的是非常好，就是给我很诚恳的建议。希望我装扮得更有女人味。去啊去啊！对，Roger真的是非常好，就是给我很诚恳的建议。希望我装扮得更有女人味。去啊去啊！对，Roger真的是非常好，就是给我很诚恳的建议。希望我装扮得更有女人味。去啊去啊！对，Roger真的是非常好，就是给我很诚恳的建议。希望我装扮得更有女人味。去啊去啊！对，Roger真的是非常好，就是给我很诚恳的建议。希望我装扮得更有女人味。去啊去啊！对，Roger真的是非常好，就是给我很诚恳的建议。希望我装扮得更有女人味。去啊去啊！对，Roger真的是非常好，就是给我很诚恳的建议。希望我装扮得更有女人味。去啊去啊！对，Roger真的是非常好，就是给我很诚恳的建议。希望我装扮得更有
突，而那个冲突在外面的社会压力跟法律压力下来之后，黄瑞进毕竟是一个外人，他不是姓陈，他协议里留的也没有吴淑珍的协议，所以账户代理人呢、啊？吴淑珍来讲，账户受益人，对，他不是哈、哦，他不是真正的嘛，到最后都是留到黄那个陈志忠跟陈志忠的女儿的陈杰心，对的陈杰心里面，黄瑞进毕竟是一个外人，就像赵建明、吴淑珍再疼都会切断那个疼的程度，到最后就是我姓陈的，我的子女、我的后代有我 DNA 的才算是真的。但是黄瑞进本身，我觉得他从嫁进扁家以前，其实你看他的行头，全身上下已经都是那样子。然后那个时候他跟陈志忠在约会的时候，他已经用特勤的，已经叫特勤帮他提东西了，然后进出都是这样服务，所以他很习惯这样的特权。我觉得两造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同情。这个婆媳不和会不会是那个卡地亚的珠宝造成的？因为呢，扁麦就说没有这回事，结果后来搞了半天，原来是买了表。就是在没有告知吴淑珍的状况之下去买那个表。主持人，我讲一下这个弊案了、啊、哈。这个当然，今天叶盛茂他们又开庭在查泄密、哦、那今天联合报这条新闻说，陈信瑜、陈志忠夫妇啊，近期再传哈、哦，什么？请问什么叫再传啊？台北地院都没传过，什么哪来的再呢？近期会传。近期会传。那特侦组，如果你写特侦组再传，我也就认了。但是从8月25号到现在就没有再传过了哦。这个大家要用心。那刚主持人提到这个表哈、哦，买千万珠宝是错的，好啦，真的错了。那错了我们就说错了，错了我们就跟他道歉。结果、嗯、啊，这个嘞，百万名表，反正就不是千万珠宝。好像东升错的也离谱啦，东升拿什么黄宝石几颗，他红宝石几颗，讲的跟真的一样，就搞了半天是个表。好，那珠宝错了，我就忘错了就认错嘛，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对不对？那表呢？黄瑞进出来讲啊，陆大弟你别忘又带来，你凭什么订百万名表？啊，大话新闻就不给他讲啊。对对，你陈志忠跟黄瑞进，你的收入是什么？我一再的强调，他们在享受贪污所得啊，你在享受洗钱。那如果我贵啊，叶根熙说买个100万的表，利息靠你啊？是啊，问题是你的钱是哪里？你是赚来的吗？你教音乐、教钢琴来的吗？陈志忠当律师赚来的吗？通通不是嘛？这陈瑞扁的薪水吗？也不是啊。
那是什么？他们结婚的红包哦。